夫人，老爷，好久不见了。娘，爹去检查身体，医生是怎么说的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但这种病啊也急不得，就是得好好养着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易先生，你可不要见外，老爷。 中风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老爷，易先生跟阿福好久没见了，你就不能一会儿再说吗？阿福，会馆里还有一些急事等我去处理，那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，告辞了。啊，易姐，老爷。 爹，老爷，爹，给，木，亲。 爹，你说的是咱们家祖坟？那易先生是帮咱们家祖坟看风水的。亲，你是说，黄金的秘密是易先生说出去的？不可能！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 喝点水。谢谢你。别烫着。继续说。我一切都好。队伍上现在事情多，过年回不去了，猪留着别杀，再养壮点，交给部队。倪大姐，都写上了吧？ 都写上了，一字不落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，也是最好的丈夫。等你的伤养好了，就可以一家人团聚了。慢点，小心。<笑>哎，罗政委，这次去中央有什么新指示啊？有啊。 中央让我转告你，倪智慧同志，啊，你呢要吃好、喝好，把身体养好，保持心情愉快，为我们的革命接班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。没了，来坐，慢点，听听啊，小罗同志，在里边住的习不习惯呢？不习惯就赶紧给我出来啊！爸爸领你闹革命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踢我！哎，小东西踢我！哎，怎么踢我呀？哎，打你！2个月之前就动了，看来啊。 你是一点都不关心我。我最近太忙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你放心啊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一定好好关心你。这还差不多。<笑>这次开会政策还没改变。啊，没有。 原定的方针没变，政策再不改变，再这么跟蒋介石硬拼，
迟早要出大事。哎，小慧啊。嗯。剧社最近在拍什么戏啊？剧社工作早就停了，现在医院忙不过来，我把姐妹们都调过来帮忙了。嗯。年关快到了，我准备呢，搞一次居民联欢汇演。剧社先忙活起来，这次一定要搞一个大的，越热闹越好。动静大，敌人会不会趁虚而入？你这慧同志，你想的太多了。组织上的决定自然有组织上的考虑。知道了，不该问的就不问，这是纪律。我去准备了。哎。嗯。鞋带开了。娘，啊，我来吧。啊，好。爹，阿福啊，这是你爹给你准备的戏服，以后你什么时候想唱就尽情的唱。回家吧，你也该回来了，咱们也应该团聚了。这是赣州周边白军的活动情况，近期他们调动频繁，有可能有大动作。据可靠消息，即将攻打临水的是蔡燕的部队。他回来了？对，蔡福跟我提过，后来我又进行了核实，现在他在陈诚手下任职，是攻打临水的主力。看来又要跟老对手交手了。根据我掌握的情报，现在国民党正在对苏区实施蚕食战略，为了长远打算，你要尽快从赣州撤离。让我从赣州撤离？对，我党高级情报员向宇年同志秘密打入敌人内部，拿到了蒋介石对我们第五次围剿的计划。这个计划非常详细，包括兵力部署、进攻路线、日程安排以及战斗序列等。中央根据这份秘密的情报制定了战略转移的计划。那我要撤去哪儿呢？先回三辽吧，等时机成熟
我再跟你联络。这太突然了。小叶，秘密工作就是这样。我知道这对你很残酷。刚刚在赣州打下根基，马上又要撤离了。既然我选择了这个信仰，我就做好了为他牺牲一切的准备。罗政委，我同意组织的安排。不过我想改个名字，改成吴玄义。吴玄义？对，口天吴，谐音吴玄义。这个世上再也没有玄义了。还有，阿福去赣州遇到了他的父母，他们知道我们借用他们蔡家黄金的事了。黄金的事儿，我一定会给蔡家一个交代。这件事情，他们一定会怀疑到你。放心，到时候我会统筹部署的。嗯。阿福，他怎么样？他现在状态很不好，精神状态非常差。丈夫和孩子的死对他来说打击太大了。大家歇会儿，来喝姜汤吧，暖暖身子。来，来，那，来，慧姐，阿福姐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阿满陪着阿福呢，应该没事的，放心。小玲儿，你是担心阿福姐回来之后，你这个主角当不成了吧？你，慧姐，她净瞎说，我有几处总是练不好，想请她教教我。那我们更应该把这出戏排好，阿福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们的长进，让他高兴高兴。嗯。过来。嗯。小心点啊。我带你来，是给你介绍一个我们的同志。同志，同志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干嘛，慧姐，真没认出我啊？看看，神医。原来你是我们自己人呢。怎么样，我新造型还不错吧？嗯，挺帅气的。还好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小慧啊，玄逸的身份非常隐秘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。玄逸马上要去执行潜伏任务，我是他唯一的上线。那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哪一天万一我牺牲了，听我说，你来接替我，成为雪姨新的上线。老罗，你跟我说这些是不是你有什么危险？看把你紧张的。没事儿，我是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咱们干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啊？但是组织关系不能断，这样对他们这些地下工作者不公平，对革命也是巨大的损失，你说呢？嗯，
金甲通，玉锁松，孝敬双飞凤，潇洒荡天宫。乖宝宝，听爸爸的话哦，听爸爸的话，照顾好妈妈。来，小慧，喝点水。你真的要去赣州看彩佛？路那么远，你又挺个大肚子，这一路多危险呢！我这几天满脑子都是阿福绝望的眼神，不看到他，我的心怎么都不安。小慧，处决林凤琪，这我心里也很难受。虽然大家平时是上下级关系，可毕竟是邻居住着，一块吃饭，一块工作，谁家里有点什么事儿，相互帮衬，相互照应。可谁想到这林凤琪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胆子这么大。咱们这是闹革命，是在部队，这就有纪律，铁一样的纪律，换成我罗云山也是一样。道理我都懂，阿福是个活在戏里的人，一下子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一趟我是一定要去，哪怕是死，我也得去。也好，那我派人送你去。到了那儿，好好安慰安慰阿福。路上注意安全。云山，我心里真的是很想见阿福，可是我又特别怕见到他。只要是见着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走啊，慧姐有话想跟你聊聊啊。你们聊，我先出去了。阿福，给你冲了蜂蜜水，喝一点补补身子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带来了红枣和枸杞，都是补身体的。你身子虚弱，多吃一点。啊，不需要，你把这些都拿走，我不想见到你。阿福，我知道你恨我们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想来看你。我想，在你最难的时候，
能够陪着你。你现在的这个样子让我很难受，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，别忍着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。我们做女人的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好男人结婚生子，有一个好丈夫，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，自己能当个好母亲好妻子，相夫教子，与丈夫白头偕老。可是生活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残忍，那么的无情，猝不及防的。阿福，更何况现在是乱世，穷苦的人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闹革命，可是革命就会有牺牲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牺牲？你就一句牺牲就可以挽回这一切吗？你给我出去！阿福，我知道，不管我们说什么，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这一切。可是我只希望你知道，我是你的亲人，等你在这里养好了身体，跟我回临水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我不要跟你回去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只是碰了一下，没什么问题。经过检查，胎盘发育良好，胎心频率、胎动次数这些呀都很正常，没事儿，宝宝很健康的。太好了，姐，我听听，让我听听。哎呀，听到他踢我了。我再听听。哎呀，真有劲儿啊，应该是男的吧？不过也不一定，你看我女的活也挺有劲儿的，我打铁的，对吧？让他出来跟我打铁，不行，打铁没出息，让他打枪吧。来，我再听听。你真是挺有劲儿的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放下我。嫂子，不瞒您说，凤琪兄弟在城里贩卖钨矿的时候，买办、打点、运输都是由我经办，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。可谁能想到他一回临水就横遭不测，真是痛心啊。事情都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来，嫂子，这是500大洋，你收好。过去凤琪经常跟我提起你，说怕你受委屈，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您过上好日子。哎，嫂子，对不住，说多了，您别太难过。以后有用得着万里鹏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给我一支枪。
强，你要强干什么？凤七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要替他报仇。嫂子，你可别干傻事儿啊！如果你还把我当成是你的嫂子，就把枪给我，我不替他报仇，这辈子永不得安生。都小心点啊！哎，一定要轻拿轻放。好，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啊，老爷，来，小心点啊，轻拿轻放。李副官，又劳你了。这蔡长官交代下来的事儿啊，我一定替他办好。老爷子在南昌的医院。我已经联系好了，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破家值万贯，以前这些东西啊，咱们哪儿放在眼里过？现在呢，都成宝贝了。啊，你说阿福吧，你看你，以前阿福，你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，现在。知道想他，心疼他了吧？啊！请问是蔡夫人吗？啊，是啊。这是一位小姐给你的。哦，这，哎，哎，给我吧。啊，这么多银元啊！这还有一封信，嗯，是阿福。爹娘，请原谅女儿不孝，不能跟你们一起离开。女儿愧对父母，愧对夫君幼子，有些事郁积在胸，不得不做。二老不要为我担心。等事情办完，我自会去跟你们会合，伺候床前，陪伴终老。阿福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跟阿满到处找你。我出去买一件戏服。戏服？慧姐，昨天是我不对，太鲁莽了。姐妹之间就不说这些了。你身子虚弱，以后买什么就让我跟阿满去。怎么了？慧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唯一能支撑我活下去的只有唱戏，所以我想跟你一起回临水继续唱戏。阿福，只要我们姐妹在一起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慢点啊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嗯。阿福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好，那个家里都收拾好了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就过来跟小慧一块住吧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玉山说的对，你先别回自己家，上我家去住吧，咱们还有个伴儿。谢慧姐的好意。我还是回自己家吧。
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还是放不下。他所受的苦，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。给他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缓一缓。阿福，你回来了，饭马上就好，你先歇会儿啊。瞧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凤琪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留住你的孩子，你最后交给我的嘱托我都没有替你完成。凤琪，我现在很孤独，家破人亡，度日如年，生不如死。我想好了，明天就是了断之时，我要让罗云山血债血偿，然后我就去找你，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。战火连天，声音隆隆，不离火线一分钟，我们最光荣，不停家也不回家。阿福，不是阿福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阿福，阿福，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咱们继续排练。阿福，你身子还虚弱，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今天排练就到此为止，回家休息。不行，慧姐，明天要演出，我们一定要继续排练。我没事。蔡福，你的道具箱。这不是我的，我的已经装好了。下一个节目为谁牺牲，那这是谁的表演者？哎，蔡福。我不知道，我要上场。我那个榆木脑袋的丈夫啊，怎么现在还没有回家？这天都黑了，他不会遇上抓兵的吧？不行，我得把饭菜再给他热热去。哎呀，白狗子太坏了，他把阿福的男人抓壮丁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演戏是假的。你个外行就看热闹吧啊！我是内行，我看的是门道。就你内行？人家老戏迷跟我讲过，唱戏呀，得看这唱念做打，手眼身法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蔡福的眼神，哎，那眼神怎么有点飘啊？哎呀，你不吵吵会死啊，别吹牛。去。姐妹们，加入我们红军吧，让我们救回我们的丈夫。杀光白狗子！杀光白狗子！杀光白狗子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
乡亲们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演出还没有结束啊，先坐下，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再喊，好不好？啊，来来来，下一个节目手风琴演奏，这也是本次汇演的最后一个节目，演奏者罗云山。老罗，你也要演出啊？临时加的，我上去了。首长来一个，来吧，来一个。乡亲们，6年2个月0/3天，这是我罗云山在临水的日子。这段时间和乡亲们结下了很深厚的情谊，但是乡亲们，我们马上就要战略转移了。啊？为什么要转移啊？是啊，转移？转移？对呀、啊。我没听错吧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不是不少了吗？对呀。乡亲们，听我说，是临水的百姓养育了我们整整6年。6年来，乡亲们把自己多少亲人送来给我们当红军，乡亲们给我们送来多少粮食，给我们做了多少衣裳，纳了多少双鞋，我和红军战士们都记在心里面。没有乡亲们，就没有我们。真的舍不得走啊，但是为了战争的需要，我们必须战略转移。乡亲们，再见了。罗云山，你走不了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样？阿福，中枪了！阿福，你干什么？什么？快放下枪！你害死了我丈夫，害死了我的孩子，还拿了我们蔡家那么多的黄金，现在想走，没门！我告诉你，罗云山，我今天让你是进是城！阿福，慧姐，求你了，放下枪！慧姐，你给我让开！阿福，站住！冷静点，再动我就开枪了！阿福，你疯了！这不是罗大哥的错，是凤琪他自己犯了法，没人能保住他。你跟我从赣州回来，就是为了杀老罗。没错，你们害我，失去了我所有的亲人。今天，我要让你们尝同样的滋味。阿福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罗大哥和慧姐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。少废话，罗云山，你真会，我恨你们。把他绑起来。我要去见我丈夫了，我要去见我孩子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云山，快放了阿福，阿福只不过是一时冲动，你快放了他，放了他。老赵，放了他。老罗，当面行刺，这可是死罪啊！放了他。
这么好的姐妹，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还难过呢？嗨，我又没事儿。